你现在很会说话，你现在。创造营2020首次竞演舞台登场，从节目开播前就一直备受关注的牛鹿桃世纪合体真的实现啦！这画面可是让星星饭都看哭了。未来的天空仿佛在太空中遨游，头脑都放空，就像这一刻微风迎面吹拂着咖啡店，忘记时间，微微信念。火焰云烟，所有困扰的烦恼和想法，大大心事演戏就有了办法，别去纠结别人决定和看法，来 baby 没事出发。白日梦里看风景，沿着阶梯地飞行，松开绷紧的神经神经，扔掉随时的完美，并没事再续一杯。 Nothing you can run my way我想要杯咖啡，咖啡，拍拍肩上的灰。This world is crazy, I feel lazy. 给我一杯咖啡，咖啡，咖啡，咖啡。原谅一个30岁的人，我这个体力不行了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涛教练，还有吴教练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哇，你刚刚跳得非常帅。哦，谢谢。谢谢。所以我们三个人现在就是创造营2020的教练男团。这太土了吧，这个名字。